子龙离开这些日子里，阿娟曾寄回家书数封，其中一封乃是他单独与你的。我与你嫂嫂不知你身在何处，只得留于家中。阿娟已离乡日久，不知是否顺遂。 先生游历天下，竟已成长至此。子龙义已长大成人，不再是乡间少年了。多赖先生兄长教导，我今幸得公孙将军不弃，在其帐下又见识诸多能人。是，子龙离乡后，乡里也多有挂念。 子龙可去乡里依循。好，我这便去。兄长，此间事了，也耽搁许久。我当回义京寻将军复命，待他日再回乡探望兄嫂。战场多有凶险，我弟且多小心保重。为兄虽知子龙素有本领，然战阵之上瞬息万变。 即便有一身武艺，也万不可掉以轻心。是，弟谨记于心，定不会疏忽大意。且你独自于军营之中生活，想来也多有不便。此次可多带些吃穿用具去，军中同袍兄弟也不妨分享些乡里特产。我在军中一切都好，还请大兄放心。 先生怎会在此处？如何这般匆忙？唉，说来话长。子龙可曾听闻，公孙将军与我主刘国安交兵，将我家主公捉去了。
竟如此事！此前先生曾对我提及二人嫌隙，不想竟真刀兵相见。他二人都是幽州梁祝，而今外有强敌窥伺，内部怎可是合？公孙将军此前与袁绍争锋，招兵买马，兵饷粮草耗费巨万，后战事一歇，却不提主公减兵之令。 反而索取粮草，主公不允，公孙将军便放纵部下劫掠百姓。近日乌桓遣使来拜，主公照例赏赐使节，不想公孙将军又半路截杀了使者，引得主公大怒。主公发兵攻打公孙将军，只是他不安兵法，又不忍伤及百姓。 虽然围住城池，竟不许部下士卒毁坏民居，不许伤百姓一人，乃至士卒戍守，反为公孙将军所擒呐！我正出使长安，闻讯连夜赶回，哎，情势紧迫，我还要去劝说公孙将军，别失礼了，告辞。 子龙，你回来了。多日未见，与公子可安好？赵子龙，我与子子都在这里，你怎的也来指控他打招呼，却不问我，可休想缠着我子子。公子，当下有要紧事，云正要拜见公孙将军，不知将军可在楼内？ 你是来为刘伯安求情的吧？父亲一路尘劳，方归不久。现今都是些什么事？先是和刘伯安打了一场，后袁绍又因父亲捉了刘伯安，便发了檄文，遣部将来攻。前几日，援军围住了固安城，父亲便发兵去救，一番苦斗，可算是平定。 周穆大人现今如何了？刘伯安他就在城中地牢内，父亲气恼不已，下了严令，任何人皆不许见，便是我也不敢违背父母。你若想见刘伯安，还需我父亲许可才行。子泰先生方才已经上楼去见父亲，子龙，你我一同上去吧。 赵子龙，你去见我父亲可以，可别忤逆了他。父亲大人如果发怒，那可是六亲不认的，可别连累了我子子。休想！是他负我在先。我与士族出生入死，北拒乌桓，西阻袁绍，保得幽州安宁。 刘伯安坐享其成，赚得个好名声，反倒来对我横加阻挠。不与我钱粮，我莫非能变出粮草以供士卒？一介文人，全然不懂乱世军事之重。若无我手谕外敌，他岂能安然坐享仁政之称？这便罢了，他竟宁与东湖钱财。 不愿供养幽州士族，公孙将军，周穆也有其考量。将军怨气不顺将军之意，周穆又何尝不愿将军不解他之难处啊？不论他作何考量，有何难处，竟至于起兵攻我，请坐以待毙。不必多言。 休怪我无情！父亲，方才田从事。哼。
去了一遭长安，便不知何人在支撑幽州，竟来我面前大放厥词，欲使我对刘虞认错。真是岂有此理！将军，周牧大人毕竟乃是汉室贵胄，治理幽州多年，百姓民心所系，可见其善处。纵有嫌隙，将军与周牧大人也不应刀兵相见。大胆！孰是何人，敢来教我？出去！父亲，万望三思。我等归来时，军心已然有所震动。袁绍发兵，亦以此事为借口。倘若一时不慎，幽州恐将生变。军中谁是你父？都出去！这该如何是好？周牧大人本是将军上官，又是汉室宗亲，天下望臣，岂可折辱？将军与袁绍息兵之后，正该休养生息。如今捉了周牧大人，失去民心，又使袁绍有大义名分，再起兵端。大义民心若失，岂能长久？这番道理，父亲未必不知。往常父亲最听我劝，可如今他似已听不得旁人进言。非常之时，当行非常之事。今外有强敌窥伺，内生昼夜之患，幽州之事一刻耽搁不得。我欲今晚就入牢中，救出周牧大人，以安众心。我当与阿贵同去。不可，我毕竟是父亲之女。纵使受惩，父亲也不会太过苛责。待过段时日父亲气消也就罢了，可父亲对子龙已是有所不满，君若刚强犯上，安危难测。阿贵，臣属之用，岂不正在匡上辅主？我常闻古之贤臣，但行正义，不以自身安危为念。千人之诺诺，不如一世之恶恶。即按张氏之面对天子，尚敢冒杀身之祸而犯上，今幽州危急，我又怎可视将军之物而不见？子龙如此仗义，阿贵定与君共生死。事不宜迟，这便走吧。Thank you.
两位大人可有要事？我奉父亲之命要召见刘瑜。这可有印信？父亲口谕，莫要耽搁。将军严令，若无印信，我等实不可将牢中犯人放出，还请勿怪。许是我父亲一时疏忽，如且开门便是。若我父亲怪罪下来，我自一力担之。军情紧要，若误了事情，又该当何罪？将军若是放人，定会亲自前来。我看你二人是想偷偷把人救走。来人，把他们抓起来！是啊。多时未见了。阿贵近来在军征战，久未拜会尊严。阿贵，你是围着父亲私自来辞？不瞒君侯，我与子龙正是来救君侯出去。离开此地后，君侯可速离义京，我自会声明是父亲将君侯放出。唉，公孙瓒有女如此，亦是幽州之幸。莫要走的刘瑜，看来公孙瓒已经知晓了。阿贵，如何行事？事已至此，别无他法。你我护着君侯从另一侧冲出。子龙若有余力，且留士卒性命。骁勇，可是此前义京城门与王门理论的那位少年郎？正是在下，常山郡赵云，见过君侯。善，子龙少年将军，闻名幽州。盛传你救公孙，退文丑，拜屈义，立下赫赫战功。你乃是公孙瓒得力大将。此番助我，
罪责吧。云在乡里时，便常闻君侯治民佳话，只可惜从军数年，未能当面聆听教诲。如今与女公子共闯此地，愿救君侯脱困，岂可因句子而弃义？只是，公孙将军与君侯本应同僚共济，至幽州太平，究竟何以至此？内外交困，更兼公孙瓒连年用兵，既误农时又损人丁，幽州百姓时事久空。我兴盐铁，世外移，与民休息，百姓方有复苏。而胡地贫瘠，征讨不能获一毛之力，徒枉费民力，朝廷自顾不暇，更无片甲之援。是故我以益州之地抗吴，不可以力逼之，只可以柔化之，使其感慕中国，不生叛乱之心，乃至为我所用，自然无患。只是公孙瓒一身威名，皆是从胡人身上讨得，要他放弃，谈何容易？迂腐之论，胡人豺狼也，能喂饱则可，喂不饱便要食人。汝自上任以来所作所为，便如割己之肉而喂豺狼。胡人每来时，动辄刺粮刺帛，眼下胡人未叛，不过是因汝还有利可图，又被我军威所慑耳。若似汝这般裁撤军需，遣散士卒，便如自断手足。他日胡人贪心不足，复又叛乱，吾该如何？幽州、中原北方门户，直面边胡，怎可轻军无备？若汝不知悔改，胡人叛与不叛尚未可知，不出三年，幽州便要毁于汝手。不悔，汝是见不到了。将军，周穆大人之言不无道理，何不好言相商，再做斟酌？你二人无我将令，私闯大牢，勾结罪人，我尚未问罪，怎敢为其开脱？父亲，此事是我主张，非子龙过错。将军莫要责罚阿贵，我。好，汝等安敢以私情相护？左右，将公孙越禁足闺阁，我府印不得外出。赵云就地免职，不许再参与军政之事，待我日后发落。至于刘虞，朝廷以遣使来此，将以谋篡皇位之罪置汝死罪。带出来，准备上路吧。将军，赵云死则死矣，却不可害周穆大人。周穆大人乃皇室宗亲，天下望臣，若害了周穆大人，将失天下人之望，使幽州举世皆敌。父亲，万万不可！不速行我命。黎平初四年十月，汉大司马相奔侯幽州牧牛伯安于卒，呜呼哀哉！心知燕赵，奉薛非之，相君情何？飞鸟无极。要君壮行，平汉二章，则披幽蓟。恩福外邦，要君仁政，续保燕蓟，广世开源，劝客农桑。要君智，上身力行，
忠厚恭俭，发行朔方，表君忠恳，夜无气，甘心无尽，志在匡扶。只是董卓未死，群策渐退，尊号而不胜，奉张辽以四通，意在幽州，乃心地势，赵贤立围城济日，奉张运身退避，青山极美，大军上至，美在乎大汉之名宗子也，哀在乎社稷之食梁柱也。梦寐长辞，山河永绝，呜呼痛哉！不为上下，我不能从于殿下，更欲借阿贵被责，子龙负罪，非义也，愁心实愧。先生切莫这般说。云初来幽州十三天，愿从人正之所在。周穆大人责备幽禁，云能效力，亦是为从人正。何况此事是云私自行之，虽受将军之责，但与先生并不甘心，岂不以此罢患？子龙虽如此防卫我，我心仍然不安。幽州若是多几个子龙与阿贵，或许也非当下不可。先回去吧，我要为了公孙瓒的性命。此太先生节哀，莫要哀思过度，伤损身体。父亲并不许人祭奠周穆大人，若被父亲知晓，恐对先生不利，请先生早归。公孙瓒若要加罪，何愁罪孽？我虽事小，但主一去幽州，恐再无宁日。走吧，走吧。玄德今日如何到此？我归兄闻徐州陶公祖之事乎？略有耳闻，尚不知其详，只知曹孟德已起兵攻之。陶公祖为人如何？兄平素也知。此前曹孟德遣使往泰山琅琊郡，欲迎其父曹嵩于兖州。曹嵩过徐州时，陶公祖遣部将张凯护送，不想部将见财起义，竟临路上杀死曹操父弟亲眷。曹操闻知此事，哭倒在地，称此杀父之仇不共戴天，乃西起大军抵挡徐州，他一路摧城拔寨，扬言待徐州城破，要将城中百姓进行屠戮，以血复仇。陶公祖遣使往北海孔融处求救，恐北海又告知于备，备欲同往救之，奈何兵危将寡，特来伯归兄处借兵一袭。北海陶公祖
与玄德俱非亲非故。曹操如今兵势正盛，又师出有名，且与玄德素无旧怨，如何这般轻易便欲替他人出力？徐州乃陆上通衢之地，陶公族后旨，他日兄若锐意进取，不可不与之结交。以备观之，曹操乃当世之枭雄，又与袁绍交好，若其得了徐州，孔兄不能再做从容。且陶公族乃忠厚长者，行刺之举必非其人所使，曹操以此则知徐州何故。一旦城破，百姓必然遭难，备又安忍见之不救？且自古皆有死，人无信不立，备既已许人，岂可失信？既如此，我便将三千义从精锐借与玄德。更望借赵子龙一行。赵子龙？哼，赵子龙正禁在牢内，玄德还是另选他人吧。竟有此事？这不知子龙犯下何错，乃至于此？在此前刘虞之事，我与那刘虞势如水火，他却一味抗命阻挠，乃至意图劫囚。不提也罢。哎，主臣意见相左，实所常有。只是子龙年轻，行事难免不知轻重。他毕竟是少年英才，就此埋没，亦是幽州之师。伯归兄不如念在旧日恩义功劳，允他将功赎罪。罢，即使玄德有请，愚兄便饶他一回。父亲，我去将子龙带来。哦，难得见贤侄女如此急切。他二人私交甚笃，此前我将赵子龙禁在牢中，阿贵他便不与我说话，此时要将他放出，倒是欢喜得紧。阿贵也到了出嫁年纪，赵子龙诚然出众，仪表堂堂，也并非配不得我家女儿。若是此前也罢了，只是此番之事，那赵子龙数番忤逆于我，着实使人生厌。本待让他离赵子龙远些，奈何我就这一个女儿，不忍使他为难。且阿贵看着温婉，实则倔得很。可恼！小辈之事由他自主便了。贤侄女聪明灵秀，颇有主见，必不会吃亏。谢将军恕罪。知错否？将军，我罢了。本待让你在囚中关个三年五载，悔过自新，奈何玄德为汝求情，特允汝将功赎罪。今曹操引兵进逼徐州，戕害百姓，玄德欲与汝同去徐州，借陶公祖之威，子龙可愿往？玄德公既欲救百姓于水火，虽为帝胄之贵，亦不辞艰险，云又岂敢拒而不往？敢告父亲，孩儿欲与叔父子龙同去。胡闹！那曹操率军数万，麾下猛将如狼似虎，
岂是儿戏？将军，末将也曾率军与袁绍争锋，期间凶险未必逊于曹操。我既领白马一从，自当遵循其事，意之所至，生死相随。此战是救民之战，大义所在，怎可因险而避之？况子龙与几位叔父均怀不世之武勇，定能护孩儿周全。这伯归将军，前侄女既然如此仗义，如何这般推诿？有俺兄弟在，定能护他周全。三弟休得无礼，伯归兄爱女心切，岂能强人所难？战场中是凶危之地，不可轻视。不妥。是，谨遵将令。伯归兄，徐州战事紧急，我等便不多留了，我且先去整顿兵马，子龙可去收拾行装，之后来城外会合。近来可有战事？如何这般轻冷？自从父亲害了刘伯安后，变成了这般模样。子龙，君这些时日多受委屈，阿贵心中亦实在愧疚。此事并非阿贵之过，切莫挂怀。只可惜终未能救得刘伯安。你二人年轻力孤，敢于亲身行大事，已属可贵。力有不逮，非你二人之过，不必自我诽薄。惭愧，此番还要多谢玄德公相救。与其谢我，多谢阿贵。阿贵早写信于我，告知始末。今日来此，不仅是为徐州之事，也正是为子龙而来。若非他早先死命相争，又托我好言相劝不归，子龙今日恐怕未必能如此轻松啊。原来如此，阿贵此行，云铭记在心。子龙，君也不必介怀。子龙本就是为我家、为幽州之事操劳致祸，我又岂能坐视不理？子龙真乃少年英雄，贤侄女一举也不逊色他人，可敬。二弟所言是也，依我看呢，此二人……叔父，徐州既然战事紧急，就快些走吧。好，诸位启程前往下邳。子龙，今日一别，不知何日再会。君上战场奋不顾身，有叔父关照，想必安然无事，万望珍重。阿贵嘱托，
云记得了，外面风大，阿贵快请回吧。云告辞了。
了。